看，因为他们就游走了。对，他们是野生的，他们不像我们在公园一靠近鱼就会过来。对啊，对，他们不是这一种。警觉性比较高，因为如果是像公园的那种那种，哦，人一来他马上跑过来要吃，所以我们丢了好几颗，我们刚刚在那边丢了好几颗，他们都不吃哦，嗯，所以他们没有被喂的习惯，对，他们可能都是吃这种什么浮萍啊，对对，自己吃小虫的，对，你看他们就跑走了，他们从这边就跑走了，刘信。那你们不要丢太多好了，不然这样会……哦，我带很多来哦，你会看到那边那么多，真的，好，我带很大包哎，我没想到，我没想到他们可以一起丢得很开心。好吧，这个等一下再说，好，先走吧，我们到了放回去。你的饲料都在这里哦，我看到你的饲料，对啊，没有人要哎。